江湖，四下环顾，满目啼笑皆孤独。寻觅追逐来路，落花残雪浮，贪恋辜负，归处又一无心度。一方江湖爱一个梦，群雄逐鹿，一片天地牵马同行，笑谈人生，一统天下兄弟反目，心带凝固，一身荣之前我躲过了他们一巴掌，但是却未躲过那一拳。这一定是因为啊，这功夫未熟之故。若是想凭此步伐脱身，须得练到纯熟无比，初步时响也不响，这才可以。辽宋和谈不过才一年时间，辽兵就以刀兵犯境，我们没有别的要求。只希望贵国信守承诺，马上退兵，并保证永不再犯。大宋什么都不给，就想让我们退兵，也太一厢情愿了吧？别的不说，这么多兵士的军饷，还有我们被烧毁的粮草、马匹、过冬物资等，谁来赔偿？若是补不上这个亏空，退兵之事恐怕没得商量。切，强盗劫道，居然还让被抢劫的人赔偿损失，我老叫花子活了这么多年，还是头一次听说这么不讲道理的事。韩将军，两国交涉，什么时候轮到闲杂人的发言？你，不要以为有几个江湖人士坐镇，就得意忘形。王爷固然在你们手里，可真要打起来，你们这点兵力根本就不是大辽的对手。楚王乃辽国的南院大王，身份何等尊贵，真到了兵败那一天，你们还得恭恭敬敬把王爷送回来。退兵，这就放我走。我堂堂楚王，说话自然算数。好，好，好！辽军后退40里，我立刻放你走。慢走，不送。
皎若太阳升朝霞，破而察之，灼若芙蕖出绿波，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，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，耸青躯与鹤唳，若将飞而未翔。熊段呢？你干什么？装神弄鬼！我这一路奔跑而来，竟然丝毫不觉得疲累，反而觉得力气比之前更充沛了一些。北冥神功，这内力怎么总也储存不完啊？啊，不会出什么岔子吧？不行不行，哎，不管怎么样，我要赶紧和木虎鸟去会合，只是不知道他现在在何处啊。往这边走。你主人找你不到，自己躲到这儿来了。我要是把你抱回去给钟姑娘，她一定特别开心。哎，来，乖娇儿，过来了啊。娇儿，娇儿，乖娇儿，乖娇儿，乖娇儿，过来了啊。喂，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？我是你主人的朋友，你竟然敢咬我！你啊，我这蛛蛤，这就是号称万毒之王的蟒骨蛛蛤。雕儿小心啊！
心！啊！雕儿死了，钟姑娘倘若知道了，可不知有多难过。啊！这蜈蚣怎么也来凑热闹？哎，这可是我嘴巴，可没弄错了，当作是蜈蚣洞。朱寒兄，你要干嘛？朱寒兄，快快捉住蜈蚣出来吧，再下去肚子里可没什么好玩的。我怎么又能动了？想必是那蒙古蛛和那蜈蚣进了我肚中，以毒攻毒，反而解了雕毒，进到我肚中。乔帮主，老衲深感钦佩，大叔见笑了。诸位，此次能够成功击退辽兵，全仰仗诸位英雄侠士的鼎力相助。韩某今日在此略备薄酒，以表感谢，敬各位英雄，干！来，干！来，谢汉总兵！来，干了，干！阻击辽军，护卫大宋，本是我辈分内之事。韩将军，要何须如此客气？老衲在此以茶代酒，敬诸位一杯。好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干！韩总兵，诸位英雄，此次我们偷袭成功，乔帮主可以说是绝功甚伟。我们兄弟只是略尽绵薄之力，不足挂齿。来，各位英雄，干了！哎，姚兄，千万别这么说。这次要不是各路英雄鼎力相助，断无可能生擒楚王。我乔某敬各位。来，干！来，干！干了！来，吃肉。这位兄台。来，多谢你放火烧了马厩，制造混乱，也替我争取了时间。不知可否告知贵姓，咱们俩交个朋友。好酒啊！多谢乔帮主垂青，在下乃寂寂无名之辈，不敢和您这样的大人物交朋友。各位，咱们有缘再见。告辞。阿朱，此人来历不明，行迹可疑，恐怕是辽军密前的细作吧。这位英雄甘冒奇险，深入辽营，想必不是什么宵小之辈。救国不留名，真英雄。咱们喝酒，我敬各位。啊，好，来来，敬乔英雄，干了！好，乔英雄，干！干！帮主，不好了！好酒，帮主出大事了。各位英雄，丐帮现在发生要紧之事，
韩将军，我得马上赶回去，还请见谅。乔帮主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 老四啊，你就别吹了，三妹已经跟我说了，你让人欺负了，是也不是啊？七个家伙打我一个，个个都是一流的高手，我本领再强，也不能将这七大高手一股脑杀个精光啊！老四啊，你就别吹牛了，这明明只有两个人，从哪里又钻出来了五个高手？你怎么又知道了？ 你是亲眼瞧见的吗？我若不是亲眼瞧见，我又怎么会知道呢？他们两个，一个拿着钓鱼竿，一个使着一对板斧，是也不是啊？<笑>这当时你既在旁，你怎么不来帮我？穷凶极恶云中鹤，谁不知道你轻功一流啊？你斗不过人家，难道还跑不过人家吗？哎呀，我老四栽在人家手下，你又有什么光彩？ 咱们四大恶人此次所谓何来？难道当真是为了中万虫的脓包卖命？老大跟大理皇府仇深似海，他让咱们来，咱们就来；我出师不利，你就隔岸看着火，看我跟不跟老大说。哎呀，老四啊，你这可就冤枉我了。你号称自己是云中一鹤，自然轻功了得的，可是那两个人也是望尘莫及的呀。 就连做姐姐的我也是追赶不上啊，否则的话，我又怎么能袖手旁观呢？行了行了，吴老四，到底是何人欺负你？不会是皇宫中的狗腿子吧？就称便是。我就不信这大理境内还有什么了不起的高手。你们两个总是说要割那个什么大理皇帝的狗头，游四探囊取物，我总说这事儿没这么简单。 这会儿你们可信吧？不可能！等老大回来以后，咱们一起去杀了他吧。哎，老四，这鸡怎么还不熟啊？饿死我了！公子离开这么久，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以公子的武功，想来不会。啊，什么人？公子。 我回来了，小妹妹啊，你是不是肚子饿了？其实你早就醒了，又何必假装在那儿躺着不动呢？这小妹妹的郎君，到现在也没来，估计是把她一个人丢在这儿跑了。苍天在上，我穆婉清愿以性命起誓，下山之后，若有人见了我的脸，我若不杀之，必定嫁他。 那人若不肯娶我，或娶我之后将我遗弃，我必杀了这负心薄幸之人。师父无需拿你的性命起誓，你只需知道，你若违背誓言，师父一旦得知，即可自刎。师父何必如此？这全天下的男人，无不负心薄幸，他们说的每一句话，你都不能相信。 若往后有人骗你、弃你，都必杀之。谨遵师命。段郎啊，段郎，难道你真的这般背信弃义？大概就是这样。乔峰他们已经走了，我佯装出城，又兜了半圈，这才回来找你们。 不是要与那帮叫花子一决高下吗？怎么还住了乔峰那小子？我此次前往，并非是相助乔峰，而是为了打探两国的虚实。兵法有云：“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”要想了解两国的真正实力，最好的便是深入其中，才能看清他们的底细。公子去了这么久，想必大有收获。经过此番查探，大宋虽弱，但是有韩总兵这样的良将坐镇。
若小皇帝真能奋起的话，或许还真能有所作为。辽国虽强，但是内部争斗不断，楚王跟辽帝不和已久，双方鹿死谁手还尚未知否，这对于我们是绝好的机会。楚王，对，此人野心勃勃，其父亲曾被封为皇太帝，曾有机会登临大位，但是被耶律洪基抢了先。这个楚王做事果断，下手狠毒，拥兵自重，绝非碌碌之辈，来日必反。若我们设法跟他结交的话，助他一臂之力，若他来日能登临大位，我大燕便多了一位帮手。说得好，我等跟随少主这么多年，眼看着少主文韬武略尽皆出众，但却多了一分柔和，少了决斗。我等四人一直担忧在心，自少主成人以来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少主有如此的复国之志，我等真的应该为少主开心，也为老爷感到欣慰。哎，我慕容家能有今天，还要多谢各位鼎力相助，父必不忘诸位对我慕容家的情谊。天佑慕容，少主威武。哦，宝宝，前辈，别哭了，这孩子哭得甚是可怜。您这么喜欢孩子，为何不把他送出去啊？你这女娃真是胆大。我喜欢这宝宝，这宝宝也喜欢我，所以才跟着我。再说了，我叶二娘抢来的孩子，自己都没玩够呢，怎么可能送人？哦，不哭了，不哭了啊，宝宝。仗剑行千里，微屈敢一言。段公子他人在哪儿？快说！大理国四大护卫呀，你们短命而死，做娘的我好不伤心。你们四个短命的小心肝儿，黄泉路上可要等一等你的亲娘。做叶二娘果然名不虚传，待我孤独城领教高招。这个孩子碍手碍脚的，不如你把他砍死了吧。小心斧头伤了孩子。下武功了得，没想到这小小的大理竟也是如此的藏龙卧虎啊。叶二娘驾临毕竟，幸会幸会。我们大理国应当以礼相待，但段公子在哪里还请相告。这个我不知道，就算是知道我也不会说的。站住！
这都是被他抢走的中小儿之物，此害不除，大理不知还有多少人家受害，公子落在他们手中也不知怎么样了。你们是段郎的朋友吗？不知姑娘是。我南海文神段郎。啊，是公子爷。南海文神，我来了，我们拜拜师在。公子爷，周四哥，公子爷，天仙你安然无恙。四位怎么在这儿？真是巧极。倒不是巧极了，我们四兄弟是奉命前来接你回去的，从无量山一路寻来。公子爷，这些日子你可真是让我们大家担心死了。穆姑娘，大郎，穆姑娘，哎，穆姑娘，哎，穆姑娘，穆姑娘，穆姑娘，你伤口好些了吗？那些恶人没欺负你吧？我是你什么人，还穆姑娘穆姑娘的叫我？那我妹，我这么叫你好不好？我妹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朱四哥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朱丹臣，参见姑娘。朱四哥，不敢当此称呼，两位爷太挂念公子，请公子速回府去。穆姑娘若无要事，也请随公子一起回府上做客，盘桓数日。这可咋办啊？能把玉衣兵给请了？哎，那别瞎说。乔帮主到。哎，乔帮主来。乔帮主。啊。乔帮主，麻烦帮主。帮主，我师父现在如何？哎，不是很好。自从帮主带着弟兄们出了雁门关，老帮主就病倒了。可他不让我们跟你说呀，怕这分了你的心。哦，这位就是江湖上人称阎王敌的薛神医，这几日一直是他在给老帮主看诊呢。有劳。我师父现在的病，不知有何对应之策？惭愧。光老帮主此乃经年旧伤，加之平日殚精竭虑，游丝日盛，导致气血两亏。我们当医生的治得了病，救不了命，薛某能做的有限，恐怕就在这一两天了。啊，这就是一两天了。我进去看看我师父。侍奉在师父左右，什么孝不孝的？我知道自己的身体，难道你守着我就不死了吗？老叫花子一辈子的时光喜庆热闹，我走了以后，你们都要开开心心，听到没？来，坐下。我老叫花子，打七岁就入了丐帮，在江湖上也干了不少劫富济贫的事儿，人送外号剑然。我现在才知道，管你是什么英雄好汉，到了阎王面前都是一个样。喝口茶吧。这阎王爷就算见到你，也得叫你一声好汉。但是唯一不放心的就是你呀。我们丐帮之大，大在他是有教无类，没有门槛，贫弱
只要你进了门，就是我们丐帮的弟子。我们丐帮也没有什么大道理，那些无非就是保家卫国，行侠仗义。是。这把扇子，为师给你。那首诗，也是送给你的。朔雪飘飘，开雁门；平沙绿乱，卷蓬根。功名齿迹，琴声树；纸展楼兰，报国恩。你要记住，你这辈子都是一个送人，无论什么时候，你都要以大宋为重。要是心念家国为念，你要向为师发誓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你都要保护丐帮弟子，保卫大宋江山。师父，您放心，我一定和您一样，行侠仗义，保家卫国，做一个顶天立地、坦坦荡荡的男子汉。坦坦荡荡，这辈子我做不了坦。为何习武？行侠仗义。如何作为？侠之大者，为国为民。辽国窥探我大宋疆土已久，边境百姓深受其害，我丐帮以抗敌为己任，你入我丐帮会有生命之忧，你害怕吗？捐躯赴国难，誓死忽如归。小小年纪就有家国之念，玄苦大师果然独具慧眼。好，今天你就成为我丐帮的弟子，是我汪建通的徒弟。谢师父。敢问两位前辈的名号。韩公，看来这一项出来的少了，年轻一辈都不认识我们了。小娃娃，我和你们汪帮主有过命交情，让路吧。太行山冲霄洞，谭公谭婆咸康利驾到，
有失远迎，年轻弟子不懂事，请恕罪。王建通那老小子真去了，师父知道二位前辈来，心里一定很开心。 喝不过就跑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老婆子，拿酒来。武夷山离国的龙皋酒，我可是费很大劲才寻来一瓶，便宜你了。老伙计。 此番师弟北上抗辽，真是多有辛劳了。师兄谬赞，保家卫国乃分内之事，贫僧自当亲力为之。此番大退辽兵，丐帮乔帮主功不可没。若不是他史记擒住楚王，我们也不会赢得如此顺利。阿弥陀佛，大宋有乔施主这样的人。 真是幸灾大善。师弟，我这里有一封信，你且看看。四大恶人要你为难，段王也正是。 借旅院弟子在外行走，听到风声，特意传书于我。想我大宋北有大辽屡屡进犯，西有大夏，虎视眈眈；唯有大理国安于西南，与我大宋始终交好。大理皇族更是与我朝渊源颇深呐。玄北师弟，我想请你再去一趟大理，代为示警。 以免断事皇族有所闪失。但凭师兄号令。对了，这次我去大理，除了慧真几位徒儿，可否再带一位弟子？你想带谁去呢？慧伦座下虚竹。为什么是他呢？我原也觉得此人平平无奇。 但几番接触下来，发现此人心性豁达，旁人纠结之处，他却如履平地，心中全无挂碍。这次想带他外出历练历练，或许能有所开悟，也未可知。这或许是你二人的缘法。此人资质平常，佛学武功都没有什么出奇。 但既然你想点拨他，便去和慧伦说一声就是了。那我这就去准备。师父，这第一杯，我敬你侠义双全，英雄盖世。
为师，终生为父。这第二杯，乔峰敬你，恩重如山。第三杯，弟子替你送行。绝高处并不高，人绝低处也不低，身在其中并未中。勿以傲采以骄人，勿以宠而作威，切记切记。谁在笑我不疯魔不成活，众生已经山口海阔，一切皆有所得。前尘事多尽然能我，等他干涸再着色。繁星皆春天秋万合，皆与泪滂沱。今生若有你渡我这生死又如何，何惧让我去化作江河。见笑你多情到碎梦，不过是江湖一夜薄。今生若有你渡我起富贵又如何，何问这对错的是空泽。若跨过轮回寻因果，这命运奈我何。今生若有你渡我起富贵又如何，何问这对错的是空泽。见笑你多情到碎梦，不过是江湖一眼波。今生若有你渡我起富贵又如何，何分这对错的是空色。我跨过轮回寻因果，这命运奈我。快磕头拜师！徒弟远了。
跟你磕头了。